云游四海，旅途寻梦家，带你游遍山川湖海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这是我们在这个非常漂亮营地的第三天了。前两天呢，就是有点忙，所以呢都没有空来欣赏这个这么美的一个环境。对对对。然后边上是不是应该放点洋葱啊？也可以啊，放点洋葱比较香。其实吧，我感觉它这个盘子呢并不是很大，但是两个人用的话呢也够了。如果说家里人口多的话，买再大一点的那种。我们吧主要是外面旅行嘛，能小的小一点。对，节省空间。我们现在的这个驻车地哦，是我们有史以来离海最近最近的驻车地。这其实就比我们之前在东郊椰林的那个还要近一半。对，几乎近一半。特别是晚上啊，就是这两天浪大啊，艾米都有点害怕了都。因为它这个浪啊看着不是很高，但是这个声音可响了，嗡嗡嗡的那种。嗯，很响。哦，熟了，没有那么快吧。你看都变色了都。那得翻一翻。你先给我一个，我查一下。好，这玩意很容易熟的。其实它这个牛肉啊还挺嫩的。听这个海浪声啊，然后吹着海风，这个东西吃起来感觉都香一点的。我们放点虾吧。直接倒吧，老婆，别一颗一颗了。哎，多过瘾啊！嗯。其实虾烤起来也嫩了，我跟你讲。是吗？我现在有点在想，你这个香菇那么大，咋烤不熟啊？嗯，嫩吧？好嫩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烤起来啊，确实比咱们正常就是水煮的会要嫩一点。哇，以后我们就算去318也能吃到美食了，太爽了！你得有食材能买得到才行。哎呀，318虽然比方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饭店，但是菜市场肯定有的。啊，这虾好嫩好嫩啊！嗯，贼嫩。等一下啊！现在要煎牛排了。这个锅盖其实还是可以当碟子用的。它这个清洗比较方便，一张纸巾就给它擦掉了，都不用洗。我们要是在318带一些这个腌制好的牛排。嗯，然后就是在那边露营的时候，比如说没什么东西可以买，直接来烤一下这个牛排就。牛排其实肥牛跟金针菇也是很好弄的，哎，这就两个菜了，再焖个米饭，多爽啊！部队火锅我觉得也是很方便的，我们之前就有吃过。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，我们以前不是有个锅吗？那个大一点。但是说真的，那个锅你要带到318这路上真的是太费劲了，我们只能是在房车里使用。对，这个呢主要就是轻便，就是手一提就走了，因为它很多的配件都是那种很轻量化的那种东西，不重。我们那个以前那个多功能锅呢，它质量很好，但是呢就是有点偏重。对，就不太适合床车这种旅行。这个整个一套不到5公斤好像。是吧？这是凤梨，这是芒果。大芒果，但是这个芒果太大了，它边上有一点黑色的筋。切个叶子吧，好，可以劈一下，劈开就可以喝了。就屁股劈一个可以放平的地方。好，对对，快了吧，应该到肉了。你看到那个肉了吧？快了快了快了，只要看到那个肉我们抠一下就可以了。哪有那么好抠。累死我了。好，快了，就这儿最后给它整一下就出来了。这个手压一下软不软的？跟石头一样。真的？啊，你看。哦，我以为直接抠一下就好了。哦。嗯，差不多。哦，来了来了。OK 了。来了来了。来来来。总算。拿个管子。我看一下。总算劈开了，哎呀，太不容易了吧。尝尝我辛辛苦苦劈的这个叶子，把人家肉全劈开了。其实边上再劈开，你看边上这白色的肉都已经有了。嗯，主要是手法不够娴熟。你尝一下，真的有点啤酒味，好像有点发酵的感觉。它就是不够冰，所以这个椰子一定要冰了才好喝。嗯。
边。